对，可是说真的，所有的BL CP 来我们节目呢，嗯，不能错过的就是一个骰子大神的考验。嗯，骰子。对，来，哎，你们还有要吃什么东西吗？那我们就要先。先提一下。等一下，刚刚蛋挞是不是？对，你们两个吃的那两口以后，应该是半饱了。好。好。来，这个骰子大神呢？一颗是动作，一颗是部位。嗯，我们就要来看看你们会甩出什么样子的内容，然后还有情境剧哦。情境剧。对，来，我们情境剧你们就要自己编剧。我来先公布第一个情境剧是，在联谊的时候巧遇初恋情人。在联谊的时候巧遇初恋，所以我们两个是彼此的初恋情人。你们可以自己编，对，你们自己编，你们先甩一下，看决定。Blow。你现在是要用放下去，就对。哎呦！哦哦 ，kiss 哦 ，kiss 哦，我都看到哦，是骰是不是？还有这种的，先试一下手感。OK， 好可怕。啊，你们可以其实可以直接丢在桌子上。那这个问号是什么？问号的话就是可以自己，不是、可以自己决定是哪一个部位、但是我们今天就是可以由现场的观众朋友来决定，对，或者是我，是这样子，这个好可怕、嗯，就要看骰子大神希望你们做出什么样的竞技动作。嗯，偷偷在做那个骰子，现在很害怕。好，来，三二一，甩！来，你先，我先，不能用白的哦。好，不摆，先让命运来那个，是不是？你的部位先，还是工作先好，工作先。然后一二三，OK 啊。你这算用丢的吗？还是我再让他再大一点？为什么？刚刚那个很好啊！哦，这样子好。哎，要去哪？刚刚那个，他去哪？你回来。哦，你问 Lake。哦耶！我就说刚刚那个很好，你干嘛？其实林宇想要挑战比较高难度。你其实可以让他变得很好，我可以让他，你可以让他变得很好，你有机会让他变得很好。那现在怎么感觉的？每个都很担心。对啊。太开心了！我怎么会想到这个？你怎么办？我刚刚是怕掉下去，我还往回拨一下，结果停在这里。这就是命运，这是命运，真的，不要挣扎了。回答，来吧！哎呦！三、二、一，你确定？他，你刚刚是摆下去的。我光是摆下去的吗？我不知道是因为他没有拍，因为我个人觉得非常好。你知道带是什么吗？该逼。我刚刚一直在，我刚刚是要弄旁边那一个。所以我个人觉得非常好。好了，真的是谢谢你啊。该逼。好，情境剧。在联谊上巧遇初恋情人，然后你们要把这两个动作融入。融入在一个好难哦，怎么会？那怎么想看？随便你们编剧哦。这时候你就知道恋爱是科学的编剧有多辛苦了。真的，编剧好不容易。这样子吗？你有想法吗？要融入这两个共同作。在联谊的时候，巧遇初恋情人。假设我们彼此是彼此的初恋情人，然后，其实要怎么把舔这个东西放进去啊？舔该逼。好，那不然就是。我来帮忙大家想，就是饮料不小心打翻了哦，然后打翻就，然后说不要浪费，不要浪费，对，
好、啊，这个蛮好，蛮有趣的、啊，是有趣的，有趣的。浪费暴殄天物。那饮料交给你打翻了。那我来个空杯，是你不要浪费，借一个空杯子好吗？好、啊。但是是要舔对方是吗？嗯，不然你要舔自己。你如果做得到的话，我也给过，对啊。说的啊，对，你真的做得到？为什么做不到？那你好厉害、啊！为什么做不到？那你好厉害、啊！我想看。可以可以可以。你该编的那个程度是到哪里？该低通常对大概对通常呢就是胯下的中间，对胯下大概中间。那这边算吗？可以可以啦，可以啦，给过给过。给过吗？所以就变成是淋雨打翻饮料在你身上，然后你就说：“哎呀，可惜了。是吧”好了，可以可以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就这样吧，好爽，就这样吧。好一点，你甩套的嘞，真的哎，你甩套的耶！我今天不管是什么东西，你后面是该变都是会是你结局啊。对，你甩点嘞，我都甩到亲感不是一样？对，亲也是一样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要这么丑啊？好，傻眼嘞。好 ，OK。喂，这个给你当道具，好，以免你真的泼了什么饮料。拍得到吗？需要把桌子移了没有？好 ，OK， Action！ 好，你好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要喝饮料，喝好吧。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啊，我记得你是一个不喜欢浪费的人。我记得你是一个不喜欢浪费的人啊、哦，对，不能浪费。好吧，好像只有此以来看到最近的软骨公司。哎、欸，你好棒哦！好棒哦！你好棒哦！你当然棒啊！你发围巾的整齐，你超好的，太棒了！好棒！哇，真的。我们要给伟达好好的大声鼓励一下，耶！好丑！哎，你是有练瑜伽是不是？对，为什么筋骨如此之软？筋比较软一点。哦，真的哦，所以你平常还可以这样叠起来这样，真的吗？不到那么夸张，一只脚还可以。你至少在家里练这个动作，是不是？好厉害哦！好，真的太开心了。好了，那。大家应该还讲，我们再看一题好了，再看一题，我就让你好好吃饭。对，那因为实在开心。那如果谁要重复的是不算？其实通常重复的几率极低。哦，因为极低啊。对，极低。所以如果说真的你们还能够塞到重复，那我也。哎，这一把换你，就你哦，你说部位给我是不是？换你要照我。哦，换我照你哦，那还是这个，自己命运自己决定，好，自己命运自己决定。那你先把那个动词先讲。好 ，OK。等一下，我先公布一下情境题是什么。哦，对，好。哦、嗯，好。洗头小弟遇上发廊 OK。洗头 OK。这跟你的这个戏里面的职业比较有关。好的，好。我是想演 OK。好，我先闪。Kiss， 哎，今天骰子大神真的是很给力哦。他不要让他出现。其实我不做牌，我不做牌，你不做牌，不做牌，所以我还是让他就是有一点悬念，好不好？哈哈，哎，骰子大神今天非常非常的给力，代表他觉得你们两个非常适合是一对，非常适合当 CP。你还记得你就要开始前跟我说什么？Kiss nipple。嗯，注意的啊。来，洗头小弟遇上发廊 OK 的剧情是。好，那我是 OK， 然后 OK 怎么样？哦，好，你是 OK， 嗯，好好好，那我就当洗头小弟。好，好，好，我想好了，我想好了，你想好了，我想好了，我想好了，想变好。那我们要，那要怎么样？那我们要怎么洗啊？怎么洗啊？
我们叫他粗话的，问这样对不对？那没关系，就大概就好。大概就对，大概就好。好。但是你要怎么样融入这个动作？怎么样融入 kiss level？ 有 OK， 我 OK 的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好，嗯。哎、欸，我们来看。那你需要我怎么样吗？因为我不知道你。哦，你就不知道怎么样。好，那你就开始可以帮我洗，就说：“哎、欸，先生你好，然后帮我洗头。”哦，然后其他都是你自己。其他我来，我来 cue 你。哎、欸，我们有惊喜版的内容。好，惊喜版，你不知道他们要演什么。不好意思，请问这个水温还可以吗？水温，你让我坐着洗头吗？洗头不是躺着吗？你刚刚喜欢帮我按摩吧？好，好，是吧？哇塞，两位好认真的。那你力道就这样就好了。那你需要重一点的是，那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吗？你这样子按，我现在在按摩，为什么要说对不起？道歉的话，你不应该跟我道歉吗？因为按得很好，我不开心。道歉，不好意思，我在道歉的话是，亲奶头不尝试吗？亲奶头是是吗？对啊。现在的规矩都是这样子的吗？你们这家店是这样子吗？不是这样子吗？你们这家店不是你的店吗？这是洗头店吗？这是你的店，我是客人。你这完全不客气啊！道歉的话，亲个奶头不是常事吗？所以是客人要亲发型师奶头吗？啊，不是，我要看亲戚。你是发型师要亲客人奶头是吗？不是，道歉的话应该叫亲儿亲我啊，亲我亲道歉要亲客人奶头，对，或你也可以亲自己的，你可以二选一，反正我要看你亲。等一下，先卡，哎、欸，是什么回事？林先生，我刚刚不是说这一局，我照你啊，你照我吗？我照你啊，对，我让你选啊，我。林先生，你这家伙，哎、欸，刚刚我们说好了不是这样子。你的意思是我账，你是我来清理的，不是？是你要 cover 啊， cover 这一个的这一题啊。哦，是我们认知上有问题吗？应该是哦。怎么可以？我想说，我编了个很好的剧，然后也让你亲进来之后，完美下手。重点是这一点完全不合理啊！谁道歉要亲奶头呢？那谁打喷？那你管我？我精英啊，我自己照我自己。好 ，OK 啊 ，OK 啊，我也是，我就喜欢看人家精英。但是这一家是我的店哎、欸，这我的店没有规定照镜要亲奶头。哦，好，那我这样子，我被按不开心，好，我就想要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好快哦！你快点 ，OK。哎，这边用力点好不好？好。不是你会不会按啊？你这让我生气耶！哦，你知道我生气会想干嘛吗？想干嘛？要被亲奶头？哎，同号。哦，是你。你跟我一样哎，我也是这样子。还是我们一起亲奶头？你原来你喜欢我？啊，我知道了啦。好，我会生气，我就想要亲别人。哦，走开啦，换我啦！哦，你会是不是？塌了啦，你塌，你这个太烂了啦、啊，这很烂吗？不行啊、这不烂，我觉得很好啊。硬凹。好、啊，那你来，你来。这。那怎样？来，我一样是 OK 吗？还是你要 OK？ 对不起。对啊，你要这样子啊。来呀，我要哪样？坐那边啊。哪边呢、啊？什么？你要这样坐。坐这边。对对对对。哦。对。我先过来。不好意思，这样我有点不妙感觉，这样可以吗？不太好，不太好。你是第一天上班是不是？比较长啊。哦，其实这样可以，很舒服。啊，舒服吗？嗯，舒服。嗯，那我再，不好意思，我这边我都喜欢这样子。哦哦，哎，那个我压一下那个。哦，洗发精嘛，好。不好意思哦。啊，先生，怎么了？我刚刚亲到你奶头了。啊，真的？没关系，这没有关系，我压一下就好了。哎、欸，兄弟好厉害哦！哎、欸，好厉害哦！哎、欸，这很可以耶，这伟达有编剧的天分呢。对啊，这很 OK 哦。
非常的合理耶，这很合理。而且你们两个默契也很好，他这样做你就这样子顺着讲。真的，好了，支持。今天你的 MVP 真的厉害。MVP， 对，我跟你讲，我笑到流眼泪，我真心笑到流眼泪，真的很烂哎，怎么会有人道歉要亲海的哦？不是很流行这样一句话吗？我真的要气死！流行这句话，就是这句道歉的话，怎样怎样怎样，不是尝试吗？不是有一个这样的道歉的话要亲奶头，不是要尝试？对自己吧。你今天发一个现实动态，好，道歉就是道歉就是要亲奶头，四个尝试，你发，然后两个给他选，一个是尝试，好，一个是就是好，看他们点哪一个再来。我不想理你。好了，真的，今天非常谢谢恋爱是科学，谢谢，哦，谢谢非常辛苦的伟，那个，就害我都呛到，对，只能靠我金腰大梁了，真的是很不容易。谢谢辛苦的伟达，很厉害，有编剧的天分，然后还有软骨功，让我们都见识到了。丑的也是我，不丑，我跟你说，真的帅，真的是有偶包，不管做什么。好，也非常谢谢林宇，哎，你们两个真的是非常有默契一对 CP， 支持恋爱是科学，谢谢，好，你们好好吃东西，哎，真的很精彩，我笑到有点累。今天我学到一句新的流行话，来，两位，李马克，道歉的话，铁板都不尝试。等一下，林先生，哎，这个换你要舔了吧？哦，是要舔吗？不用吧，讲就好了啦。哦，讲就好了吗？谁跟你说要舔？他是对我想看。李马克，道歉的话，舔奶头是尝试吗？啊？是吗？不是吗？不是吗？你敢道歉吗？